登记将属主神救济甲社会公益的佛光山南台别院，即回伫台南举办国庆晚会，嘛以先魂大师开示世人的书法，以及有佛祖加持甲祝福的吉祥币，分别有2800份要来作为晚会伴手礼。市长吴铁嘛致电感谢中，和佛光山台南区总主持满洲法师强明为行。来台湾参加国庆晚会的贵宾以及在地的各位长官都能够体现佛陀以及星云大师的善念，那这是善莫大焉，非常感谢，也期待接下来我们一定能够，也希望能够这个弘扬大师以及佛陀的善念能够发扬光大，能够让这个让台南这个城市更加有爱，更加有善，也更加有喜。谢谢佛光山。佛光山用先魂大师的一支笔以及吉祥币给大家大家结缘，也要为出席国庆晚会嘉宾带来欢喜和祝福。台南新闻，君子蔡文博的。